日本知名品牌连锁回转寿司店9月18日正式在台北开幕，当天庆大批民众前往消费，不少人拢排队排了一点外钟庆祝开幕。业者表示，因推出一礼拜的优惠活动，除了有拍卡送寿司，消费满金额会送特色纪念品。日本知名连锁回转寿司店进驻台北，并在9月18号来正式开幕。开幕的第一天就庆祝大批民众前来，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虽然要等大约一点外钟的时间，但是大家拢感觉真有价值。有块民众来表示，等了真久，寿司店是终算来开幕了。我们那时候蛮期待来这边斗六开店的。有啊，等很久了。从那时候就有听说要来开店的消息。4月就有了，是不是？4月。对对对，很方便。就是不用再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就可以吃了。以前都要跑到哪边啊？可能台中啊，或者是往北的方向。哎，你这次吃几盘？我数数看。寿司业者表示，因为去年就开始规划伫咧分林投入来开店，但是因为一寡作业流程，因此是延到即马才来开幕。目前一间分林投入店也是伫台湾的第38间店，提供了252个用餐座位，真欢喜第一天的开幕，就当有这么侪人进来捧场。一个路面店要开，它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准备嘛，那可能我们一开始的整地呀、然后到政府的等等的一些作业流程，其实它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对，那可能这一次斗六真的就是在这一些准备流程上的确就是有一些难关，但是我们也已经把它一一排除了，我们就今天终于开店这样。对，然后今天看到的人潮也就觉得哇很开心，然后也觉得很疗愈，看到这么多的人。为了来庆祝开幕，寿司店来推出为期一礼拜优惠活动，除了优惠的寿司返修、金秀拍卡优惠以及消费满一定金额就来进行特色的纪念品等等的活动。那这个的话都是我们每一次的每个县市开幕的时候都有一个不一样的原创设计的资料夹，那也还蛮多人在收集的，大家可以来看看。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1000块的话呢，还会再送个杯垫。然后在试营运的期间7天呢，我们就是按赞还有在折扣40元。日本知名连锁的回转寿司店在9月18号在台北正式开幕，除了民众在用餐上有更加多的选择，有人看到今年的消费能力是越来越进步，未来也期待有更加多业者会当来进驻分店。记者江怡彩报道。